但是卡莎这个版本好像还没加强吧，下个版本好像大加强，但这个版本好像没加的。主要卡莎加强这个英雄还是太弱了呀，特别是面对厄斐琉斯啊，他可能碰都碰不了厄斐琉斯一下，一旦他能碰到厄斐琉斯的时候，说明他已经离死不远了。闪现台直接避掉那个闪现，打得很主动，把罪名定打断，漂亮！这波艾勒克和欧文的配合还是优势啊，一级不吃那个踩怎么都是优势。下路艾勒克一级吃那个踩就没办法了，不吃那个踩怎么都是优势。好补 VC， 这都电到了，想吃能皮赌你欧文回家了，但是欧文没回还是敢吃吗？哇的发剑魔超人真的超到了，结果一波反打还。哇 ，Missing 玩的这么果断吗？艾勒克已经弃塔了，欧文帮我死一下。好，牙膏也到位了，一勾直接被躲。好，等把兵线送到塔就可以开始动手了。红白刀刷轮子，十几个轮子，但是有真的有机会吗？自己没闪的，艾勒克应该是被直接被扬秒，艾勒克直接被扬秒。两秒之后，卡拉维一个 W 躲到岩区的 W， 这边欧文也要死，左手这里还能走吧？左手这里两个 Big Fly 直接飞走了，还没死，崩溃下路。算一下，好，差一点电话 Q， 差个十点攻击力，差十一点，入点差十一点攻击力。好，三点就在最前面，还是阴差阳错勾到了这边的卡拉维，欧文漂亮的一勾，有可能会对团队带来巨大收获。可惜没有后续的，但自己嘴巴被拼到，有机会反打吧。朱乐开疾跑，还有大的朱乐，正面还在拉拉与扯扯，三六九还有大欧文钩子马上转好，朱乐虚空锁敌，自己有大的一勾勾到 missing 可能也要被秒， missing 这里也被秒，三六九还有大的败得出来吗？三六九大招败回来，石头人 W 刷新过来捅了三个，好像后续残局还是有机会赢吗？二打五的残局，二打四的残局，入了还有大一个大招迅速锁定飞到天上去了，但还是要掉棒的狗子下来，掉棒的狗子再平 SO 一个，这开始拿手，艾勒克嘴巴背心也被秒，这波处理太好了，还有闪自己的闪现过墙，完了平 A 卡平 A 了，卡平 A 了，还能追到吗？这里没有一级人，最后致命节奏打满了，加了一百码射程，最后还是 A 到了，有 Ruler 斩下四杀。正面过来主动出击找欧文没闪的，欧文直接被羊角绞死。上路过来给压力，想杀是很难，逼个大招算了。好，朱尔没着急飞，没想到伤害这么高啊，差点还把石头人打死了。正面过来闪现锁，你有闪我有闪，直接带到天上来了，完了。查尤恩这个位置离太远了，但是还行能换到 Mission 吗？ Mission 没被换掉，什么情况？ Mission 这都能活吗？ Mission 点了没吹熄，但正面已经溃败了，虽然死了一个 Mission， 但正面已经打不过了，踢来一个石头人，石头人是没大的防御塔，一倒 BN 也得倒。好， BN 还有一段大左手，杀的人太多了，刷到大又刷满了。好，那这辆 BN 丢个溜溜球减速没办法，一级的 Q 技能跑不快的，好，必死无疑了，必死无疑了。专业一点来说的话，还是下路差距，这下路还是被突破了，一级对线就被虐了，卡莎和洛一级把亚飞和机器人对线给虐了。好，大龙这样也白给欧文啊， Missing 再送一个，看你造孽。下路一级打完右边就记了呀。好，这里看看能不能再死一个，三点九还打了艾勒克一个闪，还行，艾勒克收获一个人头。哎呦，伤害太高了，这卡莎的装备啊，20分钟三个半装备了。左手送你一个，看你造孽，金冬季经典标记，全员标记娱乐起来了。已经没有任何纪律性可谈了，就现在就是瞎东搞搞西搞搞，搞来又搞去，爱咋咋地。
完全没有任何纪律性的，就瞎搞，打断你回城只能 W 打断，对，没办法，你要追我我就开皇冠开道德跑，再追我一下我跑了，好，开皇冠开道德跑，目标就是过来打断你的 VC W 大绝版，赶紧躲，交给 Ruler， 好 Ruler 你来，我打不过他，把杀了，咱俩是农民他是地主，好，没办法了，破我记录不可能的呀，十九杀啊，破不了 Ruler， 到此为止吧 Ruler， 想破我跟乌兹的共同砍下十九杀的记录破不出来的，正面人头是谁的，完了，还好狐狸的，没问题，现在就看能不能破记录了，一个一闪没清到，这边过来打一拳，生气了，凭什么打我一拳，猴子过来开脚，配合卡扎在空中被岩石给晕了一下，但还是没关系，闪现过来往前走，在走位躲在防御塔的攻击，这不 Ruler 在一个369一个E救下来了吧， Ruler 369给了个护盾啊，贴了一层膜给 Ruler， Ruler 在扛塔知道吗，不知道，还好一经拉进来拉开，没被防御塔打死，好，那这样的话结束了，369贴了层膜很关键，最后 Ruler被池的人撞起的一瞬间拉开防御塔，包括最后那一下拉开防御塔，一次没死住了，但是没还行，没杀十九个以上。